仓本，你出来。这就是套路啊！真的真的没错，我讲没错。这是我北龙棍要出国去玩了、哦。我把你当成围巾好了，就可以当围巾阿德，我就跟你讲，录影的时候不要随便得罪。哎呀，你好难看哦，我来好了。不然你用这顶好了啦，这顶比较适合你。中东比较像。旁边还有花边，还有蕾丝的。对啊，它是可以这样子的，对，很美吧？你看这个当披肩围巾，你看你一件很普通的衣服，我觉得当围巾很 OK， 是不是很美嘛？有没有？但你看，我认为你看好搭哦。哎，你自己看搭不搭？你看。你知道它这个这条是最贵，因为它有这些线条，有没有？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啊！我是觉得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情景。其实很多购物冲动就是这样哦，就是当场的时候，对方在示范给你看的时候，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东西，是，所以会让你觉得这东西非常的有用。对，它可能有十种打法，但是你其实没有学会。对，然后你就觉得说。每种颜色都很好看，在那种气氛之下就买回来，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没有思考。好，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很严重的人才会没有思考，就是没有思考又健忘哦。